好，各位善信，我们接下来呢，来过这个功课经的晚课。这个功课经前面晚谈功课经前面呢是个不虚啊，我们念的话呢就直接就念大道动玄虚，有念无不弃，炼智入仙真，遂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无苦解，悉归太上经，净念起首礼，太乙救苦天尊，灵应到处灭罪消愆，宝号宣示扶危救难，将当有讽经演教之际。养劳道众，随身应贺。救苦天尊妙难求，身披霞衣履杰修。五色祥云生竹下，九头狮子倒前游。雨中甘露时常洒，手内杨柳不记秋。千处寻师千处驾，爱河常作渡人舟。我们平常的日子呢，就念到这里就可以了。初一十五，如果是在家里做功课的话呢，要把最后一句也念上：诵经功德不思议，孤魂志魄找超生。相供养十方救苦天尊，种种无明是苦根，苦根除尽善根存。但凭慧见威神力，跳出轮回无苦门。道义无心度有情，一切方便是修真。若归圣智圆通地，便是升天得道人。道场众等人各恭敬，恭对道前讽经如法。接下来呢是开经偈，在开经偈前面呢要加一个救苦天尊的圣号，太乙救苦天尊。寂寂至无中，虚掷结任阿。祸落洞玄文，谁彻此幽狭？一入大圣路，熟记年劫多。不生亦不灭，欲生应莲花。朝林三界图。慈心解释罗，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太上洞玄灵宝救苦妙经。尔时，救苦天尊遍满十方界，常以威神力。救拔诸众生，得离与迷途，众生不知觉，如盲见日月，甚本太无中。这里呢，要把这个"我"字念成圣人的"圣"，甚本太无中，拔岭无边际。庆云开深门，祥烟色死户，初发轩辕时，一通祥感激，救一切罪，度一切厄，渺渺超仙缘，荡荡自然清。结成大道力，
一幅诸魔经，空中和烁烁，这两个字，灼灼要念成烁烁，闪烁的烁。明曰你往先，子云父黄老，世民三宝君，还将上天气。以至九天魂，救苦诸妙神，善现救苦时。这个"见"呢，还是一个通假字啊，说这个救苦天尊啊，善于显现于啊人需要救度的时候。天上混无分。天气归一身，皆成自然人，自然有别体。本在空洞中，空洞即非寂，遍体皆虚空。第一为气力，第二顺气生，第三成万法。第四生光明，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无边际，妙哉大洞经。归命太上尊，能消一切罪。东方玉宝皇上天尊。南方玄真万福天尊，西方太庙智极天尊，北方玄上玉成天尊，东北方度仙上圣天尊，东南方号身度命天尊，西南方太灵虚晃天尊，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上方玉虚明皇天尊，下方真王洞神天尊，道言十方诸天尊，悉数如沙尘，化形十方界，普济度天人，为器具功德，同生救罪人。罪人始可哀，在这里呢，同生救罪人，如果是专门为亡者做超度，念救苦经的时候呢，这个罪人的这个人呢，就是念成魂魄的魂。那么我们平常做功课的时候呢，还是念罪人。啊，因为这个救苦经本身也是阴阳两利啊，就是阳间的也受用，阴间的也受用。那么单独是给亡人念的时候呢，这个人字呢要念成魂魄的魂啊。罪人始可哀，天尊说妙经，要把我经两个字呢，尽读为天尊。念诵无休息，归声不暂停。天堂享大福，地狱无苦身。火一成清暑，见树化为铅。上登朱灵府，下入开光门。超度三界难。敬上元始天，于是飞天神王，无央数众，瞻仰尊严，而说颂曰：“天尊说经教，接引与浮生，勤修学无为，悟真道自成。”不迷亦不慌，无我亦无明。
郎永醉扶君，万变星够情。二十飞天神王，及诸仙众，说是宋壁，起手天尊，奉辞而退。太上洞玄，灵宝救苦妙经。元始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二十元始天尊在戴罗天上玉京山中，为诸天仙众说此升天得道真经。告诸仙曰：“天尊未汝啊！”这个两个字呢，“吾今未汝”啊，这个是本来这个经是天尊说的，因为天尊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还是要敬读成天尊啊，敬读成天尊。天尊未汝，略起身心。啊，略起身心，明宣道要，十方得道神仙皆从此经修行。儿童微傲，善男子、善女人，宜贫斋戒，坐视精良，一切有为，显诸真露。提此法相，乃可受持，能秉众缘。啊，这个字呢，也念屏风的屏，这个是个多音字，在这里呢要念秉啊，摒除的意思。永除染浊，外想不入，内想不出。于正念中，乃得五脏清凉。这个外想内想啊，有些版本上面呢，这个上面这个底下这个心字是没有的。那么他念的时候就说，啊，就叫内向外向，啊，内向外向。那么其实这个向跟这个想也是个通假字。啊，两个字是可以互通的。那么读的时候呢，还是念这个"想"字更合适于这个经意啊。乃得五脏清凉，六腑调泰，360骨节之间有诸挚爱，十恶之业，180烦恼之业。众苦罪缘悉皆除大，仅太和真气助任神田，五脏六腑心目内观，真气所有清净光明，虚白朗耀，渺渺冥冥。啊，这个字还是念渺啊，字典上是念杳。啊，念经的时候念渺，内外无事，昏昏默默，正达无为，古今长存，总持净念，从兹解悟，道立兹服，法要相助，人杰饮食，虚潜鬼师，安济六根，净照八十。空齐五蕴，正妙三元，得道成真，自然深度。二十诸天仙众，上禀天尊言。这个"白"字呢，在这里要念"禀"啊，禀告的"禀"。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未闻如是。大圣经典，我等原子性会，广集一切，
道果原名，而说偈曰：“渺渺冥冥清净道，昏昏默默太虚中。体性湛然无所住，色心都寂一真中。”元始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太上道君说减冤拔罪妙经。尔时，太上道君与诸圣众在八千陵下七宝台中，罗列威仪，浮尘道要，疑神莫作，于玉京山放七宝光明，照福堂地狱，见福堂之内男女善人快乐无为，逍遥自在。复见诸地狱之中，恶鬼穷魂，以日继夜，受种种苦恼。昔吾人形，五体坏烂，居差猛火，合影融瞳，竹履刀山，身负铁杖，遍体流血，悲嚎彻天。是时会中有一真人，名曰广信，重坐而起，起手前进，上禀道君曰：“不审此辈穷魂，身有何咎，而受资苦？”道君曰：“收诸罪者，在世之时，不敬三光，欺负神礼，十恶忤逆，不忠不仁，不慈不孝，毁伤物命，杀害众生，福尽寿终，当受思苦。”是时，广信真人心生哀悯，欲其既拔，信望妙力微光，许令开度。伏蒙道君垂赐经言，广设法要，为诸众生演说是经，名曰解冤拔罪，留步于世，利益存亡。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心专制，入境持斋，焚香行道，六时转念是经。天尊谁愿？将武当两个字念成天尊。天尊谁愿保佑其人，使术士冤仇成福超度，幽魂苦赏各获超生。真人广信欢喜再拜，罗履圣音而作颂曰：“伟哉大道君，常辅无量功，周集生死海，济度超罗峰。罪对不复遇，福报与民通。用神安可彻，占之焉能穷。”是时，广信真人与诸圣众闻法将毕，个个起手皈依，信受奉行。太上道君说解冤拔罪妙经。接下来呢，就是祷告。第一个祷告呢是斗母祷告啊，还是从至心归命里开始念，题目不用念。至心归命里，悉天竺国大智光中，真空妙相法王师，无上玄元天母主，金光烁处，日月前辉，
宝杵玄石，鬼神失色。显灵终于成事，为圣驾于阎浮。众生有难若称名，大士寻声来救苦。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圣德聚光天后，摩利波天大圣。先天斗母元君这个字呢，在字典上是念噗啊噗噗，那么过去老修行呢，都是念波波波啊，就是念第一声。那我平常我在念的时候呢，是念第二声，念摩利婆天大士。先天斗母元君，啊，这个呢，我师爷也是这么念的。至心归命理，为三圣人，乃一太极，普受浩劫家之命，顶应无量品之宝，紫微清虚洞英，总领功过。啊，紫微清虚洞英总领功过，四福赦罪解厄普济存亡，道观诸天恩坛三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三圆三品三观大帝三公九府应感天尊。至心归命理，混元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82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历使。左天罡北极，右元大将军，震天柱圣，真武灵英，福德延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精确化身，大摩天尊，至心归命理。本来南土尚属熟都，先获皇帝九鼎之丹书，后世老君两度于玉局，千轴得修行之要，一时成吐纳之功，法路全程受蒙威品而解灵举，正邪两变，夺福亭智而化闲权。得救大丹，道齐七正，大悲大愿，大圣大慈，三天福教，普贤体道，大法天师，雷霆都省啊，这个字就要念省了啊，省略的省，太玄上相，都天大法主，正一冲玄，神化。静音显佑真君，六合无穷，高明大帝，降魔护道天尊，至心归命礼，不交地境，欲真庆功，现98化之形藏，显1000万种之神意，飞鸾开化于在在，如意救劫已深深。至孝至仁，恭诚乎儒道释教，不骄不懦，直惊乎天地水观，功德难量，威灵莫测，大悲大愿，大圣大慈，九天辅元，开化主宰，司路职工举真君，七曲灵应。保得弘仁大帝，
禅经言教，消极行化，根深用命天尊。知心归命理，欲清内下，精确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掌法判，五雷之令，黄粱梦觉，望世上之功名，宝剑光辉，扫人间之妖怪。四身六道，有感必夫，三界十方，无求不应。黄鹤楼头留胜迹，玉清殿内炼丹砂。纯道相与言辞，显仙迹云动。禅法门之香火，礼玄寺之梯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开山启教，灵应祖师。天雷上相，灵宝真人，纯阳眼阵，净化府右帝君，性行妙道天尊。知心归命理，影显莫测，报道无穷，富养黄牙，鼎飞白雪。体静潜而长天地，心寂寞而转乾坤。妙夺阴阳，玄超无极，受金丹之智觉，普度后人。演四系之传言，玄一万世。全真教主，浩德恩师，大悲大愿，大慧大仁，祖师长春妙道，开玄弘道真人，广元普渡天尊。知心归命理，派留西地，祭显龙心。施柴合药，济群生，积痕累功，修至道。这个字啊，又要念横了啊，不念行。受铁师之教旨，掌玉斧之雷书，身披百衲伏魔衣，手执无名降鬼扇，待天宣化，咒爪书符，运风雷于咫尺之间，解妖魔于斗罡之下，道参太极，位列先天，松云野鹤任纵横。啊，这个字呢也是个多音字啊，也念君，也念云，但是跟这个松树这个松配起来的时候呢，就要念松云野鹤任纵横。遐迩孤云常自在，方方阐教为万法之宗师，处处开坛做后人之模范，都天中主，一元无上，萨公真君。知心归命理，先天主将，一气神君，都天究法大灵官。这个字呢，还是念罚啊，惩罚的罚，这个查字啊，也有版本上也是这么印的。三界无私猛力将，精进诸法，号三五火车雷公，凤坠银牙，同百万貔貅神将，飞腾云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驱邪治病，管过错于12年，受命玉帝，及功勋于百千万种，世佐祖师，至刚至勇，即死即生，方方阐教，处处开坛，祸落猛力，三五火车，太雷神，应化天尊。至心归命理，清华常落界，东极妙严宫，七宝方千里，九色莲花座，
万针还拱内，百翼瑞光中。玉清灵宝尊，应化玄元始。浩劫垂慈济，大千甘露门。妙道真身，紫金瑞下，随机赴感啊，这个字是印错了，应该是个机会的机，随机赴感，誓愿无边，大圣大慈，大悲大愿，十方化号普度众生，意义劫中度人无量。寻声复感，太乙救苦天尊，钦玄上帝。爱河千尺浪，苦海万丈深。欲免轮回苦，弟子称天尊。那么信众在家里面啊诵经，把大众转天尊，要改为弟子称天尊。太乙救苦天尊，那么这位天尊的圣号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不断的持诵啊，三遍、六遍、九遍、百遍、千遍啊都可以。那么救苦天尊悲愿洪生啊，能寻声救苦，所以呢，诵这个圣号啊，也功德无量。清华妙言，慈像一千，身居长乐，安坐金莲，慧光无碍，照诸幽泉，甘露流润，遍洒空悬，枯骸朽骨，贤德光鲜，拔度沉溺，不至含冤。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啊，从上请天官解天厄到永保道心灵，这是解厄咒啊，就是这个经的名字叫解厄咒，专门是解除厄难的。上请天官解天厄，地官解地厄，水官解水厄。五帝解五方厄，四圣解四时厄，南陈解本命厄，北斗解一切厄。于是七元君大圣善通灵，济度诸厄难，超出苦众生。若有急告者，持诵报安平，净瓶生百福，闲气于五行，三魂得安界，邪魅不能停。五方降真气，万福自来骈，长生超八难。皆由奉七星，生生生自在，世世保神清，善事光中影，应如古里生。三元神共护，万圣演同明，无灾亦无障，永保道心宁。那么这个解厄咒的话呢，可以单独持诵的啊，比如说出远门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啊默默地诵上三遍啊，都是非常有利益的。至心归命理，玄元应化，无取纷争，垂念我等众生，有相托生，父母怀胎十月。乳哺三年，啊，有些版本的这个怀胎啊，印的是这个怀胎，啊，其实呢，怀胎是正确的，怀胎也就是怀孕的意思啊，意思是一样的。乳哺三年，辛苦百千，殷勤忖念，怜我父母日渐衰朽。
我今十念平等，悉灭险峻贪嗔。礼地为师，其恩报本。愿我现在父母，福寿真言，过去宗族，早得超生，大圣大慈，大仁大孝，82化报恩教主，佑圣真武，治世福神，玉虚思夏，玄天上帝，金阙化身，终结气苦天尊。一愿风调雨顺，二愿五谷丰登，三愿煌煌万岁，四愿国土清平，五愿民安物富，六愿福寿康宁，七愿灾消祸散，八愿水火无侵，九愿聪明智慧，十愿学道成真，十愿诸神拥护，十二愿王者超生，一切飞禽走兽，一切蝼蚁蛇虫，一切冤家债主，一切男女孤魂，四生六道，一切寒灵，闻经听法，早得超生；闻经听法，早得超生；闻经听法，早得超生。最后一句呢，还是念3遍：清华教主太乙慈尊，玉清英化显金身。大千甘露门，接引群生涌出爱河经，接引群生涌出爱河经。愿灭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心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无上道。四恩三友均利益，十洲三岛任逍遥。回向四府众龙神，礼谢道经师三宝。向来诵经福无边，风调雨顺民安乐。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经保平安，消灾增福寿。那么这个土地咒前面“金坛”两个字，还是念此间，此间土地，神之最灵，升天达地，出幽入冥，为五官奏，不得留停，有功之日，明书上清。向来诵经功德，上奉高僧，下保平安，赐福消灾，同赖善功，正无上道，一切信礼，至心称念，太救苦天尊，不可思议功德。接下来呢是三皈依啊，这是一个晚课的一个皈依。至心归命礼，无上道宝，当愿众生超脱一切，住最上乘；无上经宝，当愿众生深明经藏，神通莫测；至心归命礼，无上师宝，当愿众生太上寿首，成大仙道。好，各位善信，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晚课呢也全部过完了啊，早晚功课、早课、晚课都过了一遍。其实我们在诵早课、晚课之前啊，都是要磕头的啊，磕三个头。念三皈依的时候呢，
念一个皈依要磕一个头，那么最后呢，送完皈依以后呢，还得要磕三个头，这个是第一个。那么有些信众呢，在家里呀，他没有供这个神像，没有供神像，我刚才也说了，诵经的方式呢，一个是跪诵，一个呢就是可以这么正襟危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把经书摆在桌子上，这么一个念诵方法。那么如果是跪诵的话呢，在家里如果是没有这个，就是神像的情况下呢，可以照着这个帖子写一个牌位，虚无自然，黛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就是供奉一个三宝的圣位，那么你对着这个三宝的圣位礼拜诵经，这样呢更好。那么诵完经了以后呢，再可以把这个牌位呢收起来，这是安奉在干净的、高洁的地方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诵完这个功课经了以后啊，这个功课经啊，经文所在之处啊，极为有神，所以我们对经典的话呢，要恭敬啊，一定要放在这个高洁的地方，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获得经文的这个利益。那么信众在家里面自己发心诵这个功课经是非常好的，经文呢本身是普度的，这也是太上慈悲的一个体现。那么好多就是觉得在家里诵经有这个顾忌那个顾忌，其实呢也是没有必要的，你只要是真心诚意。然后呢，照着我所过的这个经去念，它自然而然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魔障因为你该容易念错的地方都给你指出来了这样你去念的话呢，就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另外，我们诵经的话，本身就是结三缘，结神缘、人缘、鬼缘你只要诚心诵念四生六道的众生。都欢喜，都会赞叹加持。好，谢谢大家。